尼伯特台风强势来袭，高雄市桃园区果农赶紧将果实包好。虽然今年受到寒害影响，没剩多少芒果，但农民说能保护几个算几个。因为要台风来了，我们就赶快给它包，怕那个台风会掉，会落果，会落果。位在桃园区后山里的拉弗兰医疗站，医疗人员和当地助理也都在岗位待命。如果有需要后送的病患，将会立即通报。通常是如果他的生命真相比较不稳定的时候，比方说血压低，这种比较危险的状况，可能我们会后送，或者是一些蛮复杂性的伤口，比较严重的伤口，我们会考虑后送这样。后山三个里的那个牺牲病患呢？今天中午以前全部撤离，包括我们的这个年老妇幼包括我们的这个慢性的患者，我们今天中午以前全部撤离。除了病患，土石流浅市区的民众也已经撤离，国军和重机械也都陆续进驻各里重点地区，就是希望将尼伯特台风带来灾害降到最低。记者报道，高雄桃园陈文报道。